如果你想移居外地，但人生路不熟，仲要语言不通，点样生活呢？就算你英文水平不错，但是一口港式英语发音，有没有令你觉得很尴尬？ Good evening. Can I help you? Hello. I want a pizza. Pizza. What toppings and sauce would you like?Topping. Do you have Hawaii pizza? Thick piece. Hawaii? Sorry, we don't have this pizza. Here. Here are the toppings you can choose from. Have a look. Oh, I'm so hungry. Astana.其实只需要掌握到英文发音的技巧，就可以帮你解决以上的问题。大家好，我是 Zoe。20年前，我在班房研发出一套独一无二的拼音课程。这个课程你只需要4小时，而且每日练习10分钟，你就可以掌握英文发音。过去20年，我教识过无数的学生、家长和老师，改变了无数学员的生命。我深信只要你肯努力，你都能成为他们一份子。在决定上课前，你只需要问自己3条问题。你是不是懂了26个英文字母？你愿不愿意每日花10分钟时间练习？你想不想学好英文，提高自信心？如果这3个答案都是 yes，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课程。立即 click 下以下这个链接。我期待在课堂上见到你们。